哈，大家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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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款游戏呢，是台湾制作团队制作的。大家没有看过这款游戏没关系，但大家应该知道我头上的这只猫猫跟右下角的这只兔兔吧？没有错，它是由这个有病制作团队制作的游戏。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能不能抽到呢？来，我试试看。来，第一抽，便宜的抽下去，完了，没东西。呀，顶尖证明还是不错的吧？再一抽，再一抽。这个我相信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啦，这个能够拿到两个这个顶尖证明也不错齁。你看你看你看，这个也算另一种的欧气对吧？你看这个只有一而已哦。不对，它全部都是一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 nice 行不行？ nice 一定行。怎么样，三抽再三抽，先去一趟色色。可是我今天不想呢。在，等完了，我的石头也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少了。吃我的折凳啊！不是你啊！所以我等一下一抽到 SSR 的话，怎么样？该你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背景音乐，这个 BGM 在嘲讽我，太可恶了！我有预感呢。看你的，那这个。请给我黄金。不是工程师，你不能因为给我2000个熟头就把我收割掉好不好？不可以这样。我的运气一定是被你们这些nice教徒给吸走了，不然我怎么可能今天抽不到？我该不会是保底吧？怎么这样非洲？这个一定中，这个一定中。拜托，